金姐给我感觉好像180度改变，很多时候她很小女生，就以前我说白了，我遇到金姐这个房间我都会哎远离一点点，都在跟我创作、不知道待会又有什么事情发生，但这一次每次走到他们的大厅的时候，我就说哎金姐在不在，有压力了她练歌没有找到那首歌的感觉，他一样会焦虑。我觉得今天那个有启发，有启发。